两块，就两块，菠萝面啊，去到场地啊，我值钱的，就是被有些坏人收走啊，转手卖给你们啊，就15元一斤。所以啊，我决定今天自己卖了，就挂消防小黄车。看每个果肉啊都这么金黄的，如果啊你看着有食欲的话，来我直播间，几十米啊给你发，满满一大个呢。